快看，三个屎，而且应该是不同的野生动物拉的。这个是大屎，这应该是大象拉的，肯定是大象，要别的拉不出来这么大。这个是小屎，应该是小型动物。这是个扁屎，这个好像是让大象给踩了。你看这脚印搁还搁这上面呢吗？啊，这个是个屎壳郎，这不出来求外卖来了吗？你看打的手电，这屎壳郎挺馋呐，大半夜还吃饭呢。看过来求来了吧？看求走了，开始往回滚了，滚回去了。不是，哎，你怎么先吃上了呢？还没踩到那儿啊？嘴急是吧？